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虎符记下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这是我们1429集。有一位多年的变形金刚同好朋友呢，最近呢赠送了我几款机械师的小比例玩具。这个坑的话呢，之前呢一直没有开起来啊，因为小比例的玩具呢我已经介绍的非常的多，然后就很怕呢就一直忙不过来。那他的话呢，最近的话呢给了我3个玩具，那我会抽时间尽快跟大家做一个分享。那我今天呢，先挑这一款叫做 Poison， 这个规避版权的关系呢，把毒气弹改名字叫做毒药。那么这一款的话呢，首先的话呢，给各位看一下，它虽然是一个小比例玩具，可其实它的一个身高啊，什么都还是比较偏大一点点，然后关节的紧实度都很好。虽然它有一些球形关节，但基本上保存的都非常的 OK， 然后材料也是比较算是偏软一点点。把玩起来不太会有白痕，而且它的零件数虽然很多，其实小比例玩具，特别是在变形的过程中，你可以感觉到这一代的零件数啊是使用的非常的多的。那关节的紧实度的话呢，倒是出乎意料之外，表现都很 OK。头的话呢是一个球形关节，而且是一个金属红的一个眼睛啊，这个脸是做得很帅的。还有一个替换呢，是一个露，把这个嘴巴张开怒口的一个表情。那这个就不做替换了，各位看一下就知道了。手臂360度的转动，二头肌都可以转，除了手腕无法转动之外啊，大概能想到能动的位置呢，它差不多都能动。膝盖的话呢，还有一个锁定的一个功能啊，所以它的一个不会松动的一个感觉。脚的话，由于变形的时候这一代比较复杂，所以它脚的一个接地的关节呢是非常非常好的，很奇葩啊，就站立性也非常好，因为脚底板非常的大啊。整体玩具在人形上面呢，也没有什么偷胶的状况啊，基本上几乎都没有啊，除了几个比较铺路比较大的球关之外，对它我已经没有什么好挑剔的了啊。那我们的话呢，以为是个3变的一个玩具啊，我们就把握时间，尽量的呢一气呵成的把它给变完。首先的话呢，拳头收进手臂里头，这是不管哪个形态呢都是必须做的。再来的话呢，我们把它的一个背后啊，这里给打开啊，这一块部件跟背板的话，它是有一个锁定的一个关节，打开，然后往侧边翻出去就行了啊，然后到旁边待命就可以了。再来把这个头啊给翻出来，然后车头从这个肚子里头翻出来。它肚子里头的这个空洞啊，在人形的时候呢是收纳车子的一个头，那么呢在变形成飞机啊跟这个车辆的时候呢，分别又是收纳腿跟脚是不一样的。那我们先变到这里的时候呢，我们先把这个腰部呢给转180度好了，再来我们把这个手啊给翻到内侧来，翻进来的时候呢，记得啊把这一个组合的这个孔洞朝外，这里也是一样翻折进来，然后呢这个手啊把它给朝外，再来呢我们做一个动作，把这个脚的话呢是这样的，主要的一个做法是这样啊，把这块部件翻折上来，然后往上转上去，转上去之后啊，把这个轮胎转到外侧，以及呢把这个脚底板翻过来，待会的话呢，它会有一个凹来跟它结合啊，就像我们一生当中一定会有一个等着跟我们命中注定结合的人，对不对？当然没有也可以了啊，就来扣好，到这边，然后后面这两片自动盖下去就行了啊。对，两脚还要做个合并啊，两脚还要合并。好的，到这边的话，变形已经差不多快完成了啊。我们把这一个板子的话呢，从这里转过来，把它往下放。但是呢，我们要记得把这个灰色部件转到朝外侧，以及呢内部有一个板子把它给翻出来。到这边，那我们就做一个组合了啊。这里凸跟凹，这里做一个结合，以及末端这里有个凸，跟后面这里做个结合。我们可以先扣后面这里。那扣后面这里的时候，它这个腿啊，这里是可以往外面拉出来一点，它是有一个这个髋部的话呢，是可以再做一个拉伸的。我们可以把它拉出来一些，再做一个调整。然后这一边的话呢，内部的话呢，卡扣啊什么的，就把它给扣上。那这里的手啊什么的会松动，这个都无所谓，反正我们就是把这一个锁扣给扣上去就对了，这才是最重要的啊。到这边，灰色部件转到朝外侧，内部这个板子翻出来。好，到这里。那我们也是一样的啊，先把这个地方先给扣上，好，再来组合内部这里这个地方，把它给扣上。那扣，扣上了啊，到这边，然后的话，最后就把这个板子给，不对，应该是先把
这个部件盖下，因为它两侧可以看到吗，两侧都有凸，那先把这个凸放下来之后，我们这个板子再从上往下给盖下去啊，这中间就不要太用力捏啊，刚刚你看到了一捏就整个就爆了啊。那这个的话呢，就是它的一个卡车的一个形态，我们来测试一下它的一个滚动性啊，你可以稍微的去调整一下。好，那这个过程中就是这里两侧有时候用力一压不小心爆开，但是无所谓，滚动性还是有啊，有一个基本的滚动性。卡车的形态呢，应该是它的三个形态里的我觉得是比较没有气势的，因为车头感觉就很小，后面的油罐怎么这么大，感觉这个车子的比例我是觉得不是很好看，而且它这个地方这个斜线呢、是比较奇怪一点点，比较奇怪一点点。然后轮胎的滚动性算是勉强还算可以啦、然后我感觉这个车子前后好像有点翘起来的感觉。好，没关系，这个接下来的话就给大家示范它如何变形成一个飞机的一个形态啊，变成飞机，从这个油罐车变成飞机啊，这个变形过程是非常精彩的。我们把这个两侧这部分给打开，然后呢这里脚也一样打开，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再一次的把这个手臂啊跟这个翅膀的这个连接孔把它给分开来，然后把手臂的话呢先转到外侧去啊。好，我们刚刚提过了，刚刚是塞手嘛，现在我们就要把脚给塞进去了。脚怎么塞呢？首先腰部回转180度，然后呢把这个地方给打开，这里两侧给打开，打开的话是打开外层就好了，内层就不用打开了，不用打开了。然后推到这个角度的情况下就可以翻折180度到这边，然后往内推进去，往内推进去。然后这边也是一样啊，我们这边先把这边也给转出来好了，不要让它干涉啊，这里好，两侧一样把它给转到内部去。然后你会发现什么呢，这个凸跑到外侧了无所谓，我们就把它转到内侧就可以了。那么另外一边当然也是一样了啊，转过来到这边，两个都把它推到身体的中间去，这个再把它给包起来了，对不对，到这边。然后对了，这里忘了，这个地方是要翻折出去，翻到侧边，那我们就要再多转一个角度啊，这里轮胎是要把它转成是平的啊，不再是立起来了，这个刚刚忽略掉了，到这里把它给扣上。好，这里扣上。在这个过程中呢，如果有这个先前合并好的地方爆开呢，其实都无所谓，因为这款玩具的容错度是很高的，容错度很高，非常好。然后呢看到了啊，这个肚子的部分刚容一开始人形的时候是长车头卡车的时候是长手，飞机的时候就长脚了啊，这个空间运用是很好的。然后这个盖板的话呢，我们再次的把它给盖回去。然后呢这个翅膀的部分怎么弄呢，我们先把这个手给放到下方来，然后你可以看到手部这里有一处一处两处的一个洞，它就是要扣我们的这个飞机的翅膀下来，到这边这里刚好有两处的一个结合卡扣，就把它给扣上去，这边也是一样，两侧都扣上，这里也是一样啊，转下来。那么这个翅膀的话呢，是我觉得吧就是没有能够完全扣到稳的一个地方，比较可惜啊，给我看一下好了啊。对，也就是说呢它这个整个扣到好之后，它还是稍微有一点，它这一带因为是被松的、比较可惜。那我们最后就是一个所谓的一个飞机尾巴，车头变成飞机尾巴，这个地方翻下来之后打开，有一个空间旋转180度之后往上面翻上来，然后呢把这个地方有一个凸拉着它往后面抠，这里一样拉着它往后面抠，旋转一个角度到中间这里来，然后呢翻折过来之后可以看一下这里车头这个地方，它是有个抠一下出来，抠出来之后啊，它这里是一个双动关节，把它整个拉到最外面，你可以看到我们要做什么呢，就是把这两侧的凸扣进这里的洞啊，你这样对过来就可以轻松的把它给扣上了、这一侧两边的凸的一个位置呢有一点点小小的一个差别，所以可以刚好扣进去这个洞里头。那这个的话呢就是最妙的一个变形，就是把车头变成飞机尾巴的部分。那么这就是我们这一次这个 Poison 最后的一个运输机的一个形态。那这个形态的话呢，我觉得比起卡车的话呢要比较有气势啊，那整个变形过程呢也是比较多的一个惊喜感的，前方这里可以再捏紧一点。好，那可以再次的看到这一代的零件非常的多，
但是呢它并没有容易碎掉的疑虑、啊、真的是没有。然后飞机的一体性也算好啊，这一代虽然是没有扣紧，但是也不至于说松动啊。然后底盘如此这般，没有起落架，小比例玩具就别纠结那么多了。然后一些飞机的简单的一个小细节。那整体玩具的话呢，人形是最漂亮的，再来是飞机，最后是卡车，变形也是很有趣简单，逻辑性还蛮强的，变过一次基本也就记住了，非常不赖的一款玩具啊，算是我开了给自己开了一个新坑吧啊。谢谢这位变形金刚同号朋友的一个赠送。那这一集就给各位分享到这边，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